这个是什么蛋糕啊？这是奶油蛋糕。奶油蛋糕多少钱一个啊？20块钱。那我没带钱怎么办？来刷码。刷码呀？好的。那你，我扫过了，你把蛋糕给我吧。我做好。还没做好啊？还没做好，还要修一下。做好了，做好了，给我吃吧，谢谢老板。我拼好。啊？拼好。还没拼好啊？我拼的模模样样。哇，这么长啊！这么长，这么长给你吃。谢谢老板。我不能吃。我拼好。还没拼好啊？我拼好一模。拼成奥特曼一样。是啊，奥特曼跟奥特曼一样的拼上。那你不是说做蛋糕给我吃吗？你是不是做蛋糕给我吃啊？哇，鸭鸭茶。哇，真的是一个鸭鸭茶。做成了一匹马。这匹马好大呀，我想拿在手上摸一摸行不行啊？谢谢老板。我想拿回家摸一摸行不行？不行，这是我的老板的。这是老板的。这个马好长啊。那我能不能买回家？不能。你不卖呀？那多少钱可以买？20块钱。20块钱。那我扫码行不行？不行。要现金啊。